各位同学，我今麦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行嘞，大家请坐。好，咱过来继续哈，继续。咱拄则讲的讲，看到台湾为较早真优良的文化，啊，伊伫来个变作竞争的文化，啊，过来就变作无知，过来就变作。真低咯，迄种诶做法，即拢是一步一步吼，统治者伊诶计划性。所以呢，咱看到咱台湾民政府即个思想是安那拄开始要起来，咱就会用去想着讲，咱来参与绝对毋是讲来甲民政府斗相共。即句话一定爱强调吼。是变作讲，你那是台湾的一份子，你就爱来。大家拢有迄个义务甲责任，一定爱到位。咱常常拢去讲讲的当中，伊拢甲台湾民政府当作一个革命团体，还是选举团体。有人敢看作讲啊，你著台湾国，所以恁所用的目的，就是干那要选举。因为这嘛袂当怪着大家，咱开始要推广咱台湾民政府的当中，今仔日咱要发挥着讲，台湾人真正第一名是啥物？所以咱爱看作是外国，因第一的所在，无的确是大家甲鼓掌，无的确伊的成绩第一，也是讲伊学术第一，唔是讲伊只逐项拢第一。我要讲第一的第一。就是看到讲，伫美国即届，阮去到即个华盛顿。古早我看到的当中，我无感觉伊真特别。但是即届，我搁甲坐对后壁看吼，咱来看迄个照片吼。迄个照片内底，恁看到的感想，伊是一个真正第一名，而且伊的第一名绝对毋是用迄种喊出来。唔像迄种介绍安尼硬硬桥硬硬拼吼，伊这个第一名是啥物时阵的第一名？你若看到伫中国中华民国甲咱讲的这种教育内底，伊伫拢甲咱讲，就一个人姓蒋，啊伊囡仔时阵伊就第一名，伊看到迄鱼啊吼。伫下底啊，伫遐咧游啊，吼，啊，伫遐逆流而上，伫遐吼无顺迄个水流安尼游，啊，伊就发现着讲人爱力争上游，啊，咱就甲写起来，变成第一名。但是伊拢无去思考着讲，那我去看到迄尾鱼啊，我若看伫遐咧游，我会想着就是讲，啊，这个掠当来真毋着足好个。好，我会甲鼓起来，提灯来煮。无可能，佮看伊伫遐咧收收袂起，我看伊伊若咧收袂起，拄是我甲掠上好机会。拄好，伊拄咧收袂起，咱拄甲鼓起来。但是，伊用虚假第一名讲，有一个姓蒋，伊怎开始甲你讲？哦，伊看了，伊真感动，即只鱼仔会晓安尼拍拼，咱人敢无法度。但是根据这个生物界来讲，鱼啊，伊若无溺水而流吼，伊会死去，一定爱溺水安尼游。佮第二点，伫台湾那会遮奇怪，吼、哦、送你一个老爸，啊，就甲你讲，即个叫阿爸，啊，就规台湾拢叫阿爸，啊，佮叫一个阿爸佮无够，佮送你一个阿公，啊，你就爱叫讲即个嘛爱叫阿公，啊，就大拢叫阿公，啊，叫了后。佫无够，佮当作讲哦，这就是咱台湾的救星，伊曾经救着中国甚物货甚物货，啊，种种公共作者了后，发现起来讲，这个姓蒋的伊有甚物伟大，
起一个臭头庙遐大间，敢真正有迄个威台？你若去甲注意看，伊所发生的物件，你若去迄臭头吼，咱早讲迄个自由广场，迄内底你入去甲看，伊内底一个足侪展览，拢无一项甲台湾有关系，无一项甲台湾有结连讲。哦，无伊嘛写着讲哦，土匪啊要拍台湾，啊结果伊来甲咱吼，防止即个土匪啊拍入来，安尼嘛较有影，结果拢无，全部拢总无一项甲台湾有结连。啊，但是经过包装，经过甲咱欺骗，哦，咱甲当作是一个第一名的人。但是外国来讲吼，迄个我予大家看一张相片吼，即个就是马丁路德金恩即个相片。欸、可以出来吗？能出来？好，我紧。哦，这张哈、哦，这张，伊是叫做这个人权律师哈、哦。这个人权律师，咱当然不是要讲伊这个刻了真水。咱所要讲的，当我亲现场去啊看，第一届去看的时阵，古早去看到，认为讲啊，这就是一个艺术品。哦，啊，因那才有艺术，甲人刻伫石头面顶，啊，刻伫石头面顶，佫刻到遮尔啊水，啊，佫摆迄个姿势佫袂歹。啊，我当看了后，我想讲啊，这可能吼、哦、是一个艺术品，嘛无你较注意。但是第二回佫去，佫一届佫去的时阵，到最近九月初八迄届去，才看伊真济学生囡仔，啊，大家拢撮撮撮啊，撮撮撮撮伫后壁去。伊那无来看头前，啊，看伫遐后壁，啊，看后壁，则原来则知影讲，原来伊后壁有写着即位的记载，完整的记载。这个记载，就是你若果去现场看较清楚吼，伊这粒是一粒石头，甲切做三块，啊，中这几张啊吐出来外口，伊这个代表意义真好。哦，所以伊后壁写的，我看讲真济幼稚园的迄老师啊，开始教恁小朋友，因为带你看头前，伊是带对后壁去看。啊，我真奇怪讲，啊，你哪拢带对后壁去？后壁敢有较好看？啊，结果我对去后壁看，才知影讲，你写着这个人的描写，伊的描写内底就开始讲到这个黑人，这是一个黑人。哈、哦，马丁路德金恩。伊是一个人权律师，伊写着讲，当初时伊一生内底拢咧替黑人拍官司，啊，所以伊咧讲，这个黑人吼，原底伊若咧拍官司，伫美国，因有迄、那个拄开始黑人甲白人，因有规定黑人袂使做律师，黑人袂使哩徛伫法院的面前，黑人袂使伫啥物所在，黑人作者规定袂使去讲侵犯着。但是黑人若无代志，我敢若讲黑人若是做着原告，伊若去甲法院，伊做原告。比如讲黑人若去用欺负，啊去甲法院防告，去讲告的当中，你知影黑人伊的姿势爱摆安怎？伊拢爱屈咧，无叫伊跪咧啦吼，叫爱屈咧。啊叫屈咧吼，连。这个黑人的历史，伊若讲一奇怪啊，黑人是安那咱黑人拢互欺负，啊是安那黑人去甲辩论去甲法庭，咱拢爱屈伫下骹。只要你若是黑人，入去甲迄个所在就是屈咧，连讲的嘛爱屈咧讲。伊就想想的讲袂使哩，伊甲美国法院专家给伊讲，根据美国的自由平等，以前立国的国家，这个重要性。就是爱好恁知影，既然是伫美国这块土地多数的人，每一个人拢总平等，所以伊咧辩论的当中，伊这个人就无屈了呀。伊全摆这个姿势，伊就是摆安尼，啊，甲法官讲话。第一，伊表现出讲，黑人嘛是人啊，黑人嘛是有思想，黑人伊嘛需要有感情。真侪种嘅物件，所以伊就转开始辩论遐个历史。结果，伊做这个黑人嘅人权律师了后，伊自家拍破了开放后界黑人卖使考律师，黑人卖使做法官，
黑人会使从事白人恁来使做，我拢总会使哩。而且去到法院内底，我毋免去哩。这就是美国的第一名，伊的第一名带了来，带了全部美国人、黑人的福利、自由、平等。伊的第一名就是徛伫遮。伊妈咪讲：“哦，这个甲起一个这个所在，你甲看这伟大的事件，伊起一个啥物物件？起一个安尼尔，来代表用一粒石头甲切做三块，啊，中甲印出来，就是咧讲，这个物件亲像石头遐尔困难，但是伊为石头安尼出来，代表伊的精神毅力真有够。”伊个第一名带来了全美国佫踏上佫较平等、佫较公平、佫较好个一个社会，所以因嘛真艰苦当中安尼出来。但是你看到台湾流亡政府迄个姓蒋个迄个位，四界拢甲你猜一身，啊猜一身也无写到伊讲伊是啥物，啊猜一身佫无大件，听讲佫有人甲起庙。啊！伫台北迄个，佫起甲上大街，上大街所有的内底，啊，过来，佫毋是干那起伫遐，起伫佫所有的机关、学校、教室前后拢总有伊的相片，全部讲着用歌、用着图片、用着种足济足济，拢甲你教育讲，这个人就是你的阿公，啊，你爱甲唱歌。啊！你爱甲学乐，啊！你爱时常甲笑脸。那每一工升旗，还是降旗，拢爱向伊行咧。啊！这着足奇怪，伊个事件敢有遮严重？敢若无咧？对着台湾无啥物作用。伊无一个事件遐尼啊第一名个事件，但是伊做出来个纪念馆是即个石头个，应该超过100倍大吧？过来第二项，美国人权总统林肯，当伊开始为着要打破这个黑人甲白人的这个阶级，林肯总统伊解放这个黑人，你知影伊伫华盛顿，干那起一个纪念塔、纪念塔哦，安尼尔，伫全机关、全学校教室。你未看到林肯的总统的像，嘛无人咧甲惊咧，伊干那去起一个林肯纪念碑，啊，方知讲哦，原来林肯总统伊所做嘅工作，就是将黑人甲白人诶无平等嘅立场甲打破。您感觉这敢无第一名？即若读册，啊，古早林肯总统伊嘅成绩敢第一名？无得看。但是伊所做出来的利益，总是予人看到伊是真伟大。但是伊嘛无感觉家己骄傲，伊感受着讲，这是伊应该做的所在。伊安尼认为，所以你看林肯总统，较要去予黑人甲拍死。伊交代伊的厝的人，甲伊的厝的人讲讲，你唔通追究黑人，你爱赦免伊。哦，我感觉这真无简单呢，吼。一个黑人，迄个解放黑人的总统，伊用尽办法打破，甚至搁战争、南北战争，安尼动用这个战争，啊去打赢了后，伊解放这个黑人，结果去黑人甲打死了后，所做的物件，伊甲交代厝的人讲，你爱赦免这个人。所以，当因看到美国咧举办林肯总统的丧礼时阵，大家唔是惊咧走，唔是讲哎呦死人进来走，是侪侪人拢来，死一个插一个蜡烛，伫迄个丧礼面顶，你知伊插几支蜡烛？两支，一支就是林肯总统，一个就是该拍死迄个人。因为伊拍了，家己敢那自杀，断家己，啊，两个拢死去。这就是美国因是安怎会当遮尼啊
强壮的国家，因感受到讲人甲人之间的冲突，伫人呐休安休，伊都爱刷量，所以伊嘛无扣分，伊将这两个人诶这个对手甲排做两个。所以你甲看到美国毛曾经因的新闻内底，一个歹人入去学校，佮开始用枪安尼扫射，死三十六个，结果家己嘛自杀。啊，拢总安尼加起来，你看因咧排迄个对手的迄、那个吼、哦，一个人代表一个，还是讲黄丝带，因拢总用几个，用37个。你会讲奇怪，啊，咱头都死36个，尔哪会佫加一个？啊，迄、那个人就是虾米？迄、那个人就是解台迄个人。因这种的第一名，我想这是咱古早嘛捌有诶，啊，毋过咱拢甲袂记哩。我倒转来看咱台湾，那咱的第一名，咱看到，那准讲有人安尼甲咱伤害，我记哩伫台湾的新闻内底，有一个歹人，一个强盗也好，还是一个死刑犯，迄、那个人我袂记哩啥物名。啊！毋过，伊有讲，当阮阿洪枪杀执行死刑以后，我的器官要捐献予需要的人，伊签署迄个同意书出来。结果签了，甲落尾送去甲营长，你知营长该讲啥物？讲哎呦，啊！你这歹人的身躯啊，莫莫，你歹人的器官卖袂使，我卖。伊竟然甲拒绝。我请问你，歹人的腰子呐，到底好人的腰子，这个人变什么人？变歹人，变毒贩，还是讲你用歹人的迄个眼角膜甲移植对着迄间吼，甲移植一个正常，甲移植过去，啊，这个人就变歹人，变作流氓。敢是安尼？应该唔是安尼。这个观点就是在跟我们说，台湾是怎样，他已经结束他的生命，已经付出他的代价，他也同样，他的生命也结束了。我们是怎样，不要把他当作放不记得，让他安休。这个人的器官，如果准说他所有的心愿是要说，啊，因为我以前做很多坏事，所以我甘愿用我的身躯的东西，帮助其他的人能继续活下去。这是意义非常的好，但是经过咱的媒体，咱的迄个 NCC 给报道过了后，变作哎呦，歹人的物件莫用哦。啊，大家讲落去，大家若个对无知，对着这个人的攻击，安尼加上了后，台湾咱的社会就变作你倒断我倒断你，啊，看你袂顺眼，我大家拢袂顺眼，这就是目前咱的现象是安尼。所以伫台湾，你会看到讲，咱台湾佫一种塑造，吼，造成咱第一名真错误的所在，就是虾米？因为我伫学校看到足侪学生囡仔，因开始自囡仔开始参加百家奖，当我开始嘛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因伫读册无到第一名，因就当来遮做第一名。而且愈歹愈第一名，所以我看因咧用个百家奖，我请问各位，跳这种百家奖到底是好也是歹？大家拢解讲啊，这是文化啦，郑老师，你爱认同啦，这无法度啦。但是我大概看到阮迄班六年级的学生，一间庙那咧活动，啊，就一半甲加学生拢无看，啊，请佫请公假。我讲我无准，啊，但是问题就规关拢去啊。校长批准，全部拢去参加迄个庙会活动。啊，一半看落去，我讲啊，这囡仔若去参加了，转来是非常的暴力，非常的歹。你若讲参加转来啊，上课会乖乖听话，我鼓励大家去。问题是转来，大概引起冲突，甲人相拍冤家，啊，就无拄好，啊，佫有诶去用拍甲流血住院。拢所带来物件就是这，然后看到因当下行为开始会用食粉补本能，我讲啊，恁这去倒位？讲我弟弟，嘿，阮遐就拢安尼啊。但是我一直向学校反映讲，这个社团那无爱甲禁止，有真侪戆人。我直接坦白讲，遐个老师是戆人，
伊讲这是文化。我讲按那文化来讲，我要求所有老师囡仔拢来参加。伊讲不爱，我的囡仔要读册。安尼你想，这种的比较落去，咱就知影。老师、校长、馆长的囡仔，伊家己若讲这是真优良的文化，应该你家己的囡仔也先来参加。问题伊拢不爱，啊不爱叫人家讲囡仔家己去。所以我甲这囡仔讲过，我尽用尽所有的办法，甲伊讲讲，你跳百家将做这的这活动，你伫目前少年13岁会使做，23岁检查也阁会使做，33岁无人要请你跳啊。但是33岁是咱人生开始真光明、真勇壮的时间，你就人伫遐，安尼伫遐拖西人，你浪费伫10年、20年的时间，结果当你开始发挥的时阵，你伫遐稳固落去啊！无你敢会使跳？你敢捌看过50岁咧跳百家将的？人迄拢嘛要请少年的，对不？吼、哦，你捌看过百家将有诶超过30岁？因为跳袂行嘛，啊，佮伊个行为袂冲袂浪，啊，所以人就不爱啊。但是咱个囡仔，咱用着即种无第一第一名，甲外国甲比较去落去，咱是差人足济。啊，佮看到日本，咱个讲，咱拄只咧休困个当中有一首歌曲，我爱先介绍这个作者，这个作者。伊咧唱的当中，伊讲：我自古早我生长伫日本，日本内底伊有一个天生的病，天生的缺陷，就是伊咧讲话人咧讲的大字。哦，你知大字讲话无好沟通啦吼，因为大字就是讲话吼拢安尼，讲一句话讲几啊遍，啊拢讲袂清楚，啊毋过。在咱的台湾，对着这种的教育，就是给他排斥，就是给他讲啊，你大字卖兴趣。伊其实真济代志要表达，伊咪，我讲大字的人，伊是口才，伊的言语表达较无多，但是伊的思想，检测是比你较先进，唔是伊的思想拢歹哦，吼、哦，所以。咱袂使因为着讲，伊讲一句话，讲了袂认同，还是讲了会迄个，啊，伊愈紧张愈慌咩，啊，就去互愈来愈惊，啊，伊就愈来愈歹。咱等下要欣赏这个歌手吼，伊是日本人，啊，毋过伊唱这个歌是唱非常无简单的歌，吼，伊咪唱日语哦。伊是唱意大利的文，意大利的歌吼，咱来欣赏看唱了好还是歹。Tesoro mio, sono ovunque, mi vorrai, in ogni istante che.Aspetterai le orme che disegnerai sugli anni tuoi, non bagnarti in lacrime per me. In fondo io sono qui, la mia casa è dentro di te, perciò.Come un'abitudine, vivimi finché mi amerai. Sono con te, sono il cielo che vedrai.Mille venti ti accarezzerò, gonfierò gli ali di ogni rondine per portarti il sole quando vuoi. Se hai paura, son qui. La notte quando ti
scaglierò da una stella i sogni tuoi finché il buio attorno resterà.Il grano crescere che i campi in autunno scalderò, tingerò ogni spiga attorno a te come un biondo abbraccio del mio amore. E nell'inverni io fiocco di neveLa mia cristallina anima sulla pelle quasi scioglierà. Dunque sei sogni, perché la mia casa è in te, perciò come un'abitudine vivimi finché mi amerai, perciò non bagnarti lacrime, vivimi finché mi amerai.就咧唱吼，这个卡塔约克吼，这个小姐，伊唱这个歌，他们讲伊是一个慰歌，就是咧安慰人的歌曲吼。啊，毋过伊咧描写就讲，伊囡仔时阵，伊的妈妈甲伊的爸爸发现就讲，伊原底有一个缺陷，就是讲伊的讲话真袂标准。啊，毋过。伊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个情形，甲伊鼓励讲：，无要紧，你会当向真学学迄个语言来挑战。啊，伊就甲讲，啥物语言上解困难、上解歹讲啊、上解迄个，就是意大利的，因为意大利伊的歌词，你若看伊咧唱歌，伊还佫迄个动迄个字，迄个字是若无灵活，若无一个灵卡，伊可能唱袂出来。但是伊怎啊甲送过一个意大利的老师甲训练？因爸爸妈妈有这种眼光看到，我真感受着讲，伊的妈妈，特别是妈妈常常甲伊讲，讲人旁咧学，可能是一天两天就会使哩。但是你若用两倍、三倍时间，你咪当创造这个第一名，让这个囡仔有信心。啊！即摆伊去几啊岁？伊咧描写讲，伊个囡仔时阵是足无人个呢。伊讲伊生了真歹，啊，有影个人是无偌水啦吼。啊，但是我感觉欣赏是讲伊个歌声，当伊唱出来时阵，迄、那个音域，甲伊个所有个形吼，迄、那个唱法，感觉讲，伊个唱个歌，你听起来真有迄个感情。伊为着要矫正。你甲看讲，因日本的社会，这个文化，因就会当讲来去照顾较弱势。所以咱若话到倒来，看到咱台湾这个小姐若生伫咱台湾吼，我看不管查甫查某的，大汉可能拢伫路边咧捡粪渣啦，拢会变做安尼去，啊无就去替人做一挂无起色的代志。这就是咱台湾所重视的看法是安怎。所以你会当去看到咱的台湾民政府伫遮要讲到重点，有真侪人甲咱讲，恁台湾民政府是安怎，就是去讲到遮论述，恁是根据啥物所在来？若问到遮，佫无要紧，有个人就直接甲你讲讲，你去拍拼，啊，你若拼的时阵，啊，我再来。当咱看到这种人的心态内底，我都唔知讲，我已经甲你讲啊，
伫台湾遮所发生诶代志，咱已经互骗70年诶内底，啊，你敢无想要爬起来？侪侪人都甲你回答：啊，无用经济较要紧啊，顾家庭较要紧啊，啊，顾经济拼经济较要紧啊。所以你甲看咱诶统治者，你若无甲看一个清楚，咱若开始伫要团结当中。咱开始得要有这个意识，得要爬起来，伊就用一个汽油，甲你起五块，啊，你就迷迷冒冒嘛，吼、哦，啊，那起了了，你那个好无简单哦，佫一直安尼落去。当然，我就感觉有一个足奇怪，伫陈水扁先生咧执政的时阵，迄时阵汽油18块，吼、哦，一公升18块，起价差不多21，真侪人就改讲民不聊生。尤其有一个立委查某的，迄、那个嘴足像鸟鼠啊，迄、那个面，吼、哦，我看到我唔知伊个名，但是我知伊个嘴，所以我甲称呼讲啊，迄、那个鸟鼠啊出来讲，哦，迄我唔知影吼、哦，我唔知伊啥物人，我知伊个形体，嘴尖尖安尼吼，啊，就开始讲民不聊生，未晓执政，啊，但是我看到最近汽油起啊几倍啊，为21块已经起到35块啊。伊到出来讲一句讲民不聊生，敢那唔捌看。有个人甲伊讲啊，因兜可能咧办丧事，所以无闲，办到即阵足久啊，伊也毋捌看出来画一句讲民不聊生。但是当初是伊咧甲咱庆生的时阵，伊用着真非常恶质的迄只面腔，甲咱哦质询，甲咱问啊，甲咱无顾虑着咱台湾人到底。恁是趁钱，互阮开就好啊！伊用迄种心态，甚至伊嘛讲啊，恁台湾人是要干计较啥物货？有一位蓝茶院院长，迄咪监察院吼，迄我看那就是蓝，吼、哦、蓝院长，伊一届伫即个讲话当中，伊批评着咱的子弟，人咧甲反映讲哦，这大学开始吼。学生囡仔拢去打拼、趁钱、打工，哦，真辛苦。伊甲咱笑讲，笨死了。放暑假应该去玩，怎么去工作？迄就是因的想法。伊讲，打一个子弟真爱去，休寒休热去做工课。当然，学生就是要自由自在、专心来学习，但是谁人爱去做这个工课？因为就是要补足这个学费。啊，有一个姓马，伊嘛甲你讲，咱咧甲反映讲，一个便当食袂饱，伊甲你讲食3粒嘛会饱，对无？2粒嘛会饱，不上无应该2粒就会饱。伊甲你讲加食1粒啊，伊无考虑到后壁到底是咱有法度啊无法度。伊所做嘅工课，只是甲你用着表面化。我昨昏甲大家同心咧分享嘅当中。我看到一个数据，伫高雄，高雄市独独一个高雄大高雄内底，短伫即季3个月内底，所死亡吼，毋是迄意外死的哦，是自杀死的。烧火炭也是跳海、跳楼、跳啥拢好，就是讲啊，我着想歹话，啊，着该自杀。即种的，敢若短安尼算起来，已经超过3000人。惊死人！一个战争嘛，无遐死遐济人，啊是安怎？啊，若全台湾甲算起来，用火炭自杀已经足济啊！原底我拢想讲，迄是天边海角的代志。我若看到电视啊，佫有人自杀，啊，迄自杀的原因是虾米？为着因女朋友无甲伊做伙，啊，我就讲啊，迄无要紧，迄是正常诶，吼、哦。但是即摆自杀毋是为着感情。女朋友对人走还是什么？不是安尼，拢为着啥？明仔载生活唔知要安怎？明仔载生活唔知要安怎过落去？对，啊，唔知要安怎行？种种问题已经伫咱的台湾内底造成了真侪压力，所以伊只有选择一条路。那无法度的时阵，我就来选择一条路。啊，但是执政者伊敢有咧关心？伊嘛无。啊！伊讲我有咧做啊，我拢有开始咧呼吁，叫人爱吼珍惜生命。你甲看我伫逐包火炭内底，拢甲你印讲爱请珍惜生命。我讲哪有人安尼做？所以
古早吼，我感觉伫差不多古早时代，我若去买火炭，迄头家拢会硬硬啊，用塑胶咯报纸包咧就互你啊。即摆包装真水，包装内底一斤的、两斤的、三斤的内底，伊拢甲标迄落啊外口，佮甲你印一个讲，请珍惜生命。我感觉买火炭甲珍惜生命两个代志，毋知有甚物关联。啊，那呢讲起来，咱那咧开车的时阵，伊毋来去打一条讲，请珍惜生命，因为塞车去弄人卖自杀呢。啊，伫河沟啊边、海边，甚物吼大楼跳落会死的所在，拢爱打一张，请珍惜生命。啊，你想那打打啊，规台湾，这个物件打偌济张？这个是因做法。甲咱的想法无共款，所以伫遮刷来结论，就是讲咱看到外国真侪第一名，因每一届所做第一名，总是带着咱带咱的同胞、咱的朋友、咱的族群有真大真大利益。尤其特别这个人，我上届感动就是讲，伫我高中要看这个影片。迄、那个影片叫做《辛德勒名单》，这个《辛德勒名单》，我原底想讲，这个人是啥物人？伊影片够好看，但是伊互我吸引的，就是讲，伊个广告内底，伊敢用到一句话，伊用伊个财产买人的性命。好、哦，伊句话，迄广告的看板大张出来，伫台中遐，我看伊写一个讲。用伊的财产买人的性命，啊，就写一个辛德勒名单。我是想讲，哪有这么戆的人？啊，买断迄性命，买断要创啥？原来这个人，吼、哦，就是要解救着犹太人。伊用伊的钱，一直买，一直买，囡仔拢总甲买，一直买，一直买，买到伊破产，还咧买。所以，我用着这段来做着咱的。结尾就是鼓励讲，咱台湾民政府的每一个人，用看到这个感动，唔是叫你去开你的财产，嘛唔是讲开始，只是讲你的热情应该同款，为着咱的台湾，你会当安尼试看卖。所以咱来看这段影片吼，《辛德勒名单》，你用看伊这个对话内底，真使人感动。